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海浪拍打着岸边礁石，海水甚至淹没防波堤，拍打上岸边。这里是台东绿岛海岸，凯美台风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东半部，风雨逐渐增强，受到西南风影响，绿岛沿岸已经出现大浪，车辆海浪高度已经到达7米，又政府年度大潮，水位甚至已经淹到港区。 镜头转到台东，海浪不断朝岸边消波块打上去，掀起巨大浪花。同样受到凯美台风的西南风影响，沿岸浪高估计到达5米，并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，还需请民众不要靠近海岸边，避免被海浪卷入。